外地媳妇进来，你得给娘家人，他娘家人有个好的交代。结婚这个事情，可能有时候对男人来说，最好越简单越好。这次回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把婚庆选定。都说十月一号这个日子结婚的人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再不定下来，到时候婚庆都很难搞了。约了一个朋友，他也是楼底这个做婚庆很有名的，我们去看看他有什么好的策划没有。你点点那个鸡啊，小美爱吃的那个。什么时候都想小美啊。证书出来了，证书的出来了，证书出来了。在农村里做红色的话，永远是不是永远是那种就高大上，它是整个是红地毯。我们场地没这么大，但是就类似于这种风格，就相对来说大气一点。就西式就比较俏皮一点，中式啊比较端庄一点。我反正喜欢端庄的，说实话，你把仪式走完，最好一句话都不要讲，那是最好的。小美也不喜欢讲很多的，我觉得。我也不喜欢讲，我在老家我就不喜欢讲话。它中式它分为几种，第一种是民俗婚礼，第二个就是那种新中式婚礼，第三种就是那种古典式的，知道吧？他说还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民俗婚礼。民俗婚礼是做什么呢？就是一些盖头啊、挂马鞍呀、挂火盆啊、乾坤三色剑啊，走这种流程。如果是平时的日子好一点，如果是十月一号的话，它时间比较紧张。像我们元旦就是元旦的婚礼啊，十一的婚礼一般都是提前一两年了，开始提前一年都开始就定下来了，开始预定了。反正我这已经跟他们打了招呼了，把一些好多希望这边的往这边扯啊。现在你要涉及到第一个车队，车队呢，基本上可能不需要订车队，有好车，自己的车，自己有好车，一些朋友啊可以搞到，然后就是。礼服买还是租是吧？买还是租。第三个是涉及到化妆了，你们那边请的话可能就效果会差一些。因为小美是江西的，她从江西到湖南，我提前把亲戚接过来，他们在住酒店，这一套是你们会有一些，还是我们自己弄的？这个服务的话，我们就主要是负责当天的，就当天仪式的。我比较在，其实仪式大小不小不会差的。我现在比较在意的是那个场景，整个场景的布置，整个风稳啊，对，稍微营造比较端庄大气一点，就看起来还是比较喜庆热闹一点的那种感觉。其他的仪式方面，反正你们是擅长的是吧？对，在家里面，你们现在好像还有一条小路，对啊，一条小路可以布置的，一条小路整个是吧？整个铺上地盘，地毯也不好，车子不好开。车子不开到家门口吧，小美她还想干嘛呢？她还想坐坐轿子。所以这个事情你要弄，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案啊？就是从仪式啊，这布置啊。你要不要抬轿子？抬轿子弄好的容易就比较大了。抬轿子呢，热闹一点，说实话。敲锣打打鼓啊，是比较中式一点，比较有那种感觉。对，轿子费用它是一个是，它就是一帮人嘛，十几个嘞，一二十个人，每个人几百块都不得了嘞，就是人员就比较大了，所以这个我八月份回来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我只是你把方案定好了，就来得及，就提前就准备。像我要的这种感觉啊，我刚刚说的大概预算会在多少？起码是上到了三万了，要三万了，可能要上到三万了，就不还不包含车队，车都不包含，对，车都还不包含，只是包含婚庆现场，化妆啊、礼服啊、跟妆啊、主持啊、摄像啊、音响啊，那等下到你公司看一下，这小美说要抬个轿子，我再策划一下这个轿子，看能不能坐进去。就成本就比较高一点。真的，我就那样的想法，外地媳妇进来，你得给娘家人，他娘家人有个好的交代。我不是糊弄的，我是真正的，我愿意把这一场弄得好，虽然会花多一点钱。结婚这个事情，可能有时候对男人来说，最好越简单越好。我告诉你，99%的男人都是，简单一点。但是。我如果站在女方的立场，我站在女方的这个娘家人的立场，我是希望男方重视的。对，而且这个钱一辈子也就只花一次。对，没钱也要努力赚钱，但是
这个钱一辈子花一次的钱，我还是愿意的。以后不会留下遗憾吗？对，这个是在室内搞的，像这样的舞台也好，也挺好的。这个是在酒店搞的，对，这种场景很可以。其实，人家愿意看到新农村的这种变化，新的变化啊，新的这种风纸风气，以红色为主吧，主格调吧，我觉得。先你的想法，到时候我们写个方案，你看哪些要了，哪些不需要就可以。对，类似的就是这个环节里面有什么亮点，可以把它展示出来在方案里面。可以。啊，那到时候我们具体细节再沟通，好不好？对呀。好，那就撤了。好。有机会去杭州玩了，杭州。真的啦。在杭州跟你的学区啊，不要客去考察一下了。什么学区？相互交流。那我们就走了。好，拜拜。那走。拜拜。